年的童工，我是尚怡。很多谢牧师今天邀请，让我可以分享一个我和一位卢家姐兄弟一个月的友谊。一个月的友谊，他叫做法仔，他在行人天桥上高分的，他全名，他真名叫做黄法根弟兄。我识阿法在五月中，他在神禧岛戒毒出来。在一段时间，我和他建立了一份很短促但是很深厚的友谊，我们会去吃饭，去聊天。阿法很愿意讲他昔日的生活，他在夜场去做经理 的时候的点点滴滴。在跟阿法去吃最后一餐饭，最后一个约会的时候，阿法跟我说，他觉得自己不能够再继续这样沉沦在毒海，他想改变。他说昔日的生活是很五光十色，但今天看来是很恐怖，好像噩梦一样。因为昔日就算再点风光，今天他流落了在深水埗的地方去瞓街。他更加说他有家里有仔女等着他。刚刚这条片是5月16号我们一个探访行动去到桥面跟他们分享诗歌和他们敬拜时候所拍的，是阿法在地上最后一次去唱诗歌去敬拜。在那次敬拜之后，我们再邀请阿法，阿法你愿不愿意再重新开始重新来过呢？阿法说想。我们相约了在5月21号希望再去到神禧会去跪祷，再一次去认罪，尝试去改变，靠着主耶稣去改变。在5月21号去到桥面去接阿法的时候，周围的兄弟告诉我，阿法在20号即是前一日打针死了。是啊，那一刻确实我都会问一个问题，上帝，阿法怎样去了哪里？在上个礼拜五很多谢牧家姐会去为阿法办了一个安息礼拜。在安息礼拜里面很感恩同工去联络神禧会的时候，很确定阿法在岛里面是真心悔改信主。在地上虽然阿法被毒品 去缠绕，在当中有软弱，甚至因为这样而离世，但是我们知道阿法今天在天父那里。我邀请弟兄姊妹在这一刻，这里都有很多阿法的朋友。在这一刻，我们为着这个弟兄去静默30秒，去纪念他。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你将阿法接回你的身边，去同你一起，我对你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祷。在这里探访的年纪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有几位 的兄弟都是因为毒品而离开，但是我们希望这些兄弟不单止有机会去戒除毒品，更加他们在这里可以活得有尊严，有尊严。很多谢不同的团体
在這段時間在這裡努力，一起為上帝去愛我們一班的弟兄。多謝大家。